大家好，这里是不甜不咸生活。今天呢，就来个什么超级无敌怀旧系列。那这个我后来查的，这原来是这么老的游戏，2006年就有了。但是我当然不是那个年龄的时候玩到，是后来有一点点时间之后才玩过这个小游戏。那这是 Girl 系列的小小人偶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这里有他们自己家 logo， 就是 GROW。当初他们 Girl 尤其是做了挺多Flash 的小游戏，然后有一些可以还可以玩，有些已经没有办法了。我之前很喜欢有一个成长球的小游戏，结果我本来想玩的，然后已经没有办法玩了，就算了。不过它的系列其实差不多，就是这比较类似益智类型，然后小解谜的类养成游戏，好多死啊。然后这一个游戏它其实你要说简单吗？其实玩法是简单的，但是它要破关，我觉得还是有困难。就是可以看到底下这里有10个小东西，对，然后你必须要如果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排列组合之后，你的所有的 level 够高，好像是到 max 吧，你就是通关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先随便点，然后让大家理解一下我在说什么。你就先随意点嘛，这可能是水，然后这是什么？短一短一短啊，弹簧。然后给你一个碗，给你植物哦，你看它就 level up， 你的碗就会升级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小人什么？对，然后它都会有一点点小动物，今天这个小人他就会去挖那、这个，然后因为他也升级了，他爬起来了。小人，那不然就雪球，就是雪球。怎么又多一个小人？对，我到现在其实还是看得很茫然，然后又 level， 然后音乐还会变，不重要不重要。这个我们放个火，哦，你看他 level， 他就又长得又跟脸不一样。那你看他们又在疯狂的挖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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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动画就算是被比较算是制式了，我觉得，但是还蛮可爱的，所以就升级了。骨头，升级，人也升级了，然后又在挖，又多一个人，就是刚好4个人，然后又在往下挖，骨头怎么在这里？好可爱、啊。那就。总共是10个，而且就是想办法4个多一点就对了。可是看起来这一根管子有点问题，这应该不太对劲。哦，对对对，最高是 level max。对，就是等级没有到，所以这你看这个弹簧跟这个管子完全毫无意义可言，就是不对的意思。好，我们重来，我看能不能偷偷摸摸的想起什么，好像不太对，算了。不太对啊，这么大，天要我亡！我等下去找一下攻略，我记得攻略就在旁边，所以我很快就可以找到。它不像平常的攻略超难找，这个攻略很好找。挖，往下努力挖挖挖挖挖挖挖。
管子能够长大吗？我不太懂，可是这样的管子没有意义吧？管子，哎，管子长大了。这边是不是还是没有成功？目前差一点。哎，也可以煮哦。还是没有过，看一下球 level 零，就球不能太早放，我看它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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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走了。我也 level 完，哎，想想。人要先有水，再来有植物。植物自然是要有火吗？要先有吃的吗？有火，好像对又好像不对，算了，无所谓啦，对不对都没差，跟刚刚好像也没什么差异啊。爆炸！瀑布爆炸！我现在在求人。哎呦，一个两个三个 max， 然后我的火爆炸，什么没了。好了，不管了。哎，找攻略了，看一下。一定要把那个完整的给大家看一下，长怎么样？我记得很可爱，等我一下。好，第一个呢是人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像水一样的东西。我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谁这么的厉害，找到了这个攻略，弄出了这样的攻略。我觉得这种类养成游戏，你能够弄出攻略的人都是神。要花多少时间去测啊？这有多少的排列组合？哇，好多！哎，有三个洞孔出来。
然后再来七是这个算完了。原来可以转过来，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发生气。我只有印象很可爱。当然可能再玩一次，那所以先这样吧。再来就是九是一颗球球，哎，这里居然连到这里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有人挖下去的意思。好哦，好哦，我要说什么 ？OK， 你说你算。变成金色的水，变成超级大的。然后你这个是，哎呦，你还 level， 然后好多小人。跑来这里。串了一个红色的球一下。好，咚咚咚。再从漏斗那里跑出来，然后坑怪的来一声，全部都办。对，我就是一直记得好像很可爱啊，只是幸好都有攻略，不然我要试很久，还蛮可爱的，对不对？OK， 那今天影片到这啦，这里是睡前前上班，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